各位，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話：研究會嘅成立係長遠嘅策略部署，又指近年中央更加關注建制派嘅分化對特區管治嘅影響。中央態度亦似乎出現咗轉變，就開始關注到咧特區嘅管治係唔係同建制派不團結，同埋特區政府嘅管治能力有待提升。以至呢個中央同特區政府個合作關係係咪需要加強呢啲角度嚟考慮，所以造成咗咧，即係話點樣去強化中央同特區政府嘅合作關係咧，以提升特區政府嘅管治嘅能力咧，就目前比較關心嘅問題。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成員到港鐵總部外請願，要求將時薪加到35元。港鐵發落良心何安？聯盟在九龍灣港鐵總部外高叫口號，成員說港鐵連賺過百億，但其中港鐵商場清潔工時薪只有30元，沒有有薪飯鐘和休息日，要求港鐵將所有直屬以及外判員工時薪加到35元。又指當局應該每年檢視最低工資。港鐵派代表接請願信。這一節新聞提要報導完。